小猫被赶到外面流浪，它们无助地望向人类，最小的甚至都没断奶。幸好它找到失散的家人，马基带孩子们去收养所。西普森一家很喜欢猫，他们还从坏鼠手里救下一只，之后便待它如家人一般，跟它一起看电视，甚至看世界杯。好家伙，傻猫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，把家里搞得乌烟瘴气，喝多了直接吐，甚至还带野猫回家。红墨忍无可忍，请来了坏鼠，傻猫终究难逃一死。辛普森一家比赛游泳，随着信号枪响起，大家同时入水，马基冲在最前面，孩子们也继承了他的运动细胞。披头发的马基可真美，大家四处寻找红墨，好家伙，他竟淹死在泳池里。辛普森一家还去滑雪，去的时候满怀期待，回来时全摔成残疾人，只有小麦安然无恙，还获得金牌。大家养好伤坐摩天轮，为了玩过瘾，竟把家都拆了，从没见过把摩天轮搬到家里的。 Worth it, totally worth it.Again. 注意看，人体内的世界有多神奇，白细胞能吞噬一切入侵者，胃酸会腐蚀任何有机生命，黄教授发明一颗包治百病的胶囊，小麦以为是玩具球，便偷偷爬了进去。胶囊需要借助缩小射线才能进入体内，吃上一粒就能一辈子不生病。这时黄蛙听到小麦的奶嘴声，回头才发现它不见了，大家要赶在胃酸融化它之前将它救出，却只套到一坨烂肉。小麦距离被腐蚀只有30分钟，唯一的办法就是乘坐飞船，教授将它们缩小再放进针管里，最后注射进老板体内。教授让大黄通过血管到达胃部，可他偏要走后门，从肠道直达胃部。他开始疯狂加速，突然飞船失控，竟然刺穿了肠道，直接扎进了心脏。教授表示飞船已被卡住，只能从外部拔下来，但要小心软冰毒的攻击，只要碰到它就必死无疑。一家人下潜到血液里，只有黄妈的泳衣性感热辣。大黄表示就当做海边度假吧，大家拼命的推，没想到大黄打断一根肋骨，这才把飞船跳了出来。Bart, what are you doing? Taking a whiz. Stop that! We're guests in Mr. Burns. 一家人刚死里逃生，大黄就按下所有按钮以示庆祝。一时间，飞船在老板体内狂轰乱炸，他感觉自己快要裂开了。就在胶囊即将融化之际，他们成功救下小麦。但不幸的是，飞船已经超载，必须留下一个人。Bart, Lisa, find me. Don't worry, we'll be fine. I'm saying goodbye to everything I ever loved.他就看到一颗软糖，大黄宁死也不做饿死鬼，家人顺利地逃了出来。与此同时，大黄吃的身体逐渐变大，最终竟撑开了老板的身体。Make that zero chance. 这档节目有多变态，不仅直播大逃杀，甚至还有激情的画面。大黄收到狩猎派对的邀请，小黄愤愤不平，自己杀只鸟就被关进精神病院，他依旧认为流浪汉是一只鸟。豪宅里参加派对的人齐聚一堂，这时黑心老板出现，表示这是场真人大逃杀，大家有5分钟的时间逃亡，一个胖子让他有种就开枪。律师表示他可以帮忙出一份合法的文件，之后也领了盒饭。大伙从豪宅里一涌而出，四散地逃向丛林。老板闻到了咖喱的味道，果然一个印度人藏在里面，他们的信仰会让自己重生，但依旧免不了一死。 Help me, Jesus. 大黄蛇皮走位躲避子弹，这一幕全被现场直播。黄妈很担心丈夫的安危，大黄躲在一棵树后面，上面的幸存者让他爬上来。You missed me. 这才被追了6个小时，大黄就忍不住吃起了人肉。后面明明就有香蕉树，突然老板开着飞机向大家疯狂扫射。莱尼看到了天堂，那里所有人都在催他上班，大黄成为了唯一幸存者，他竟然主动现身，被老板3枪射死。原来这是他做的诱饵，大黄正要实施下一步计划，却失足掉了下去，危急关头。原来是黄妈救下了他，两个人激情相拥在一起，竟完全不知道在全世界直播。All right, and there you have it. But I bet they cut to commercial before these two begin the tender act of love. I spoke too soon, huh?There they go. 注意看，众议院议长遇袭，可惜只是一张飞盘，袭击他的竟是恶魔之子巴特。小黄穷困潦倒之际，突然发现妹妹竟选上了总统，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女性总统。但不幸的是，丽莎接手时国家已经接近破产，并欠下高额外债，总统向人民承诺的誓言将无法兑现。Quick, Lisa, call off your Bye. Ow.
Watch the ponytail. 丽莎对哥哥的突然来访感到意外。小黄想和妹妹一起当总统，丽莎觉得他一定是疯了。小黄随即向妈妈告状，丽莎只能默许。辛普森一家在白宫蹭吃蹭喝，总统吃个早饭都好大个阵仗。当他提到削减预算，把随行人员都吓跑了。突然，窗外一架直升飞机飞来，原来是小黄派去接酒友了。丽莎表示国家都快破产了，让他省一点花销。此时，大黄带着妻子在白宫里到处刨金，据说第40任总统埋下了宝藏。大黄这一刨，直接凿穿了总统的办公室。国家想要避免破产，就必须欺骗国内人民，谎称征收暂时性还款税。还有30秒就开拍。这时，小黄闯了进来，他希望妹妹在全国演讲时为自己打歌。Mom， 丽莎向全国人民发出呼吁，希望大家可以提前还清贷款。Even if you like refund adjustments， this is my brother Bart。好家伙，小黄竟把总统的谎言拆穿，演讲草草结束。丽莎恨不得把哥哥掐死，就连特工也上来帮忙。总统的支持率跌到谷底，丽莎召集幕僚们开会，官员提议出让本国的领土还债。这时小黄又出来捣乱。Bart， we're having a meeting。 We had a meeting this morning。 I have a lot of meetings。I'm the president of what? The United States of Dorksylvania? 丽莎把他派到印第安保护区，那里都是些政界的弃子。小黄逐渐意识到他被妹妹嫌弃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大黄终于挖到了总统的宝藏。没想到里面只有一张字条，上面写着金子在人民心中，又是政府给人民画的大饼。丽莎召开了债权人大会，各国的总统全部出席，他们不能容忍世界霸主的赖账行为。这时小黄赶来救场，向大家承诺已经安排银行转账，让大家回去耐心等待。众人在他的忽悠下纷纷离场。小市中心，发现自己的杀人计划竟暴露，被一个叫爷儿的神探破获。他甚至能猜到凶手在想什么。Supernatural bull。What the fuck? How? 丽莎有了主意，直接把爷儿写死就行了。It's not gonna work unless you have his whole name。丽莎也开始分析爷儿的真实名字，他应该就是恶魔之子巴特。原来哥哥无意间看到自己的日记，上面记录着详细的杀人过程。丽莎彻底杀红了眼，甚至六亲不认。Lisa。You're actually gonna kill me? 丽莎恍然大悟，差点杀了亲哥哥。原来权力能腐蚀人心，但巴特又开始挑衅。Crushed by... I'm sorry! Space junk! Don't... 感觉到
所为的解脱。下一秒，身体发生巨变，他竟变成死神的继承者。自此，兄妹俩组成搭档，开始了新的征途。这是辛普森一家最令人绝望的一集。圣母丽莎解救被困住的小海豚，却换来了无情的撕咬。一天前，海洋馆新来了只明星海豚，不但要负责表演逗乐，还要承受熊孩子们的折磨。丽莎看到了，非常心疼。海豚渴望围栏外的自由广阔，丽莎望着他纯真的眼神，果断拉开了阀门。可海豚临走前，竟然狠狠打了丽莎一巴掌。丽莎不会想到，她这个善意的举动会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。深夜，一名酒鬼正在海里游泳，突然五条背鳍冒出海面围住了他。酒鬼还以为是鲨鱼，吓了一跳。Clowns of the sea, ow, ow.酒鬼的尸体飘上了海滩，警方根据伤口推断是海豚干的，下令取消了海洋馆的活动。原来之前那头被海洋馆奴役的海豚是海豚族的国王，他对丢了面子耿耿于怀，发誓一定要报仇，于是率领庞大的海豚军队借着夜色掩护向春田镇进发。海豚们到处袭击人类，年迈的老人被活生生吞下，甚至当着新闻镜头干掉了节目主持人，一时间弄得人心惶惶。还活着的人聚在小镇的会议厅商量接下来的对策，突然三条海豚破窗而入，轻易解决了警卫。海豚之王霸气登场，向人类宣布了最后通牒：要么让出陆地去海底生活，要么就死在海豚军团的口中。泡沫难得硬气了一次，拦住想要投降的人们。I'm not gonna let a few hoop jumping tuna munchers push me around.泡沫的硬气只持续了10秒钟，大家乖乖地朝海洋走去。路上，丽莎看到一只被渔网卡住的小海豚，依旧善意地替它解开，没想到换来了一口撕咬。泡沫见女儿被欺负，愤怒瞬间点燃，受到鼓舞的人们挥起拳头，冲向尖牙利嘴的敌人。可是徒手搏斗，人类的力量太弱了，泡沫差点被一袋棒球砸死，幸亏巴特及时用弹弓解围。人类为了最后的荣耀发起反攻，镜头一转，存活下来的人们被困在了海洋之中。注意看，这些青蛙有多疯狂，他们不仅能迷惑人心，甚至还霸占了美洲大陆。辛普森一家玩极限跳伞，大家都打开了降落伞，只有红墨体重超标。家里的沙发不堪重负，侯默又在网上订购了一个，没想到臭虫悄悄钻了进去。玛姬很喜欢新沙发的味道，丽莎把玩具摆到上面，小麦竟发现了臭虫，奈何他还不会说话。巴特邀请小伙伴到家里过夜，仅仅一晚的时间，臭虫被携带到全国各地，国家进入到红色预警状态。侯默光是听着就觉得痒，巴特甚至能看见他们。Brain is so stupid. That's our bed bugs.人们饱受着臭虫的困扰，所有的床垫被强制回收，甚至穿的衣服都要被扒掉烧毁，大家直接在街上搓澡，还要经过反复冲洗。臭虫无孔不入，就连防护服都不起作用。教授发明出臭虫喷雾，但副作用是要被棕熊骚扰。巴特无意间从圣经找到办法，他带着豪斯到河边，用死去的臭虫做诱饵，引出了成群的青蛙。One of these bedbugs is still alive. Oh.Much better.浩浩荡荡的青蛙大军席卷城市，数量足以淹没人类。这时一位公主以为王子来了，亲了一口皆没反应，便疯狂地挨个亲吻。好家伙，原来他是个精神病人。青蛙见到跟自己长得一样的，竟当作是同类。一眨眼的功夫，巴特就把青蛙带到教堂，楼梯上不去就走残疾人过道。当人们做完礼拜，瞬间被眼前的场面惊呆了，疯狂的青蛙扑向人类，大家瞬间被淹没，场面犹如人间炼狱。老谋子的女神曾说，世界末日才跟自己约会。I'm in no position to argue. 危急关头，警长掏出电击枪，没想到味道还不错。人们被迫逃回教堂，用长椅抵住大门。侯默让大家保持冷静，请出了霍伯牧师，他的说教起不起任何作用。此时窗外的老谋子被青蛙吞噬，人们纷纷指责霍伯的无能。这时一个神奇的牧童滚了进来，竟是牧师乔伊。在他虔诚的祈祷下，青蛙们全部昏睡了过去，他才是上帝忠诚的信徒。门卫大爷收集睡着的青蛙，学校食堂又多了一顿丰盛的大餐。这个女人喝下迷幻汤，眼前竟出现神奇的景象。蘑菇带着豪斯一飞冲天，却被陨石尼尔森撞碎。辛普森一家去露营，一个女子端着凝神茶，玛姬毫不犹豫地喝了下去。突然女子长出翅膀，转身飞走了。玛姬的瞳孔开始放大，毯子竟然有了生命，她开始活蹦乱跳。越来越多的物体有了生命，灯笼变成蜜蜂，桌子化身成狐狸，就连牙刷和吹风机都开始暴走。侯默变成一头大象，吹着美妙的音乐。现实中沙尘暴已来袭。Get in the
亲！泡沫顶着飓风抱起妻子，到帐篷里时已化成灰烬。走！原来那只是一层厚厚的山。巴特此行的目的是报复老师。他们先考察周围环境，防火剂让巴特有了灵感。突然，一群行为艺术者出现，吓坏了豪斯。天色逐渐变暗，豪斯开着机械章鱼将巴特送到火柴人身上，他在上面喷满了防火剂。到了四年一届的火人节，所有人都期盼着圣诞的节日。变态老师是今年的火炬手，他将火把扔到最高处，没想到却熄灭了。人们变得有些沮丧，老师不信邪，又扔上去两只火把，依旧没点着。一旁的人都开始虚堂，酋长命令剥夺他部落的身份。巴特的复仇计划终于得逞，变态老师知道是他搞的鬼，抢来一旁的喷火喇叭，疯狂地对巴特展开攻击。幸亏恶魔之子身手灵活，躲过几次致命攻击，最终还是被逼上绝路。他只能向老爸求救。侯默为救儿子，不顾自身安危，飞奔向变态老师。奈何侯默太胖，狠狠地砸向地面，火柴人瞬间坍塌，变态老师被团团围住，困在人形监狱中。回到学校，他就被开除。变态男来到监狱打工，竟遇见疯子鲍勃，两人都有共同的敌人，那就是恶魔之子巴特。